大家好，我是修手机的易哥啊，这是一个云朗红火粉丝机 360N7 Pro 啊，换屏幕总成和后盖啊，然后它这个屏幕裂了啊，花屏，像这种背光屏啊，它就会坏了，它就会出现花屏，然后什么有线条各种问题啊，然后冷光屏的话直接就黑屏，有声音但是它就是黑屏啊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原装屏幕总成和后盖更换啊，马上开始。经过我一个小时的拯救啊，这个360N7 Pro 啊，换的全部换纯原装的屏幕，纯原装的后盖，全部搞定了啊，非常的完美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跟原来就用一模一样的啊。还有它这个后盖也全部都换了，全部碎了啊，然后后盖也是纯原装的啊，手感非常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显示效果。效果非常的完美啊，拿给大家测试下触摸，触摸非常的 OK 啊，拉到哪里滑到哪里，非常的灵敏，效果啊亮度啊那些都非常的好，就是反应速度也非常的快，完美。非常感谢这个红火老铁的机修，马上老铁包装发货。